你着火了。哦，我着火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好，没事。你这个热情如火的少女。你这里木箱里面你拿材料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木材、石头啊，全部拿完了没？你拿完如果没有过重，你就拿回去。没有啊，没有过重啊。没过重，那你就拿回家，你拿下去啊。啊，我在想这个要怎么拆。拆什么？怎么把它拆掉？你说箱子吗？对啊。打它。哦，拆除模式 C。哦，它可以拆。打它。我如果踩在火上面，它会不会烧我？哎、欸，有嘞，拆掉嘞，那我要全部拆。着火了，救命啊！你着火了。哦，我着火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好，没事。你这个热情如火的少女。哎、欸，我上面还有荷包蛋，你搞要踩过去。那这个到底要怎么拆 ？B。哦。不用 B 啊。所以对着你要拆的东西就按 C C， 不是，你要先按 B， 然后把它切成那个拆除模式。我真的是太火大。我觉得上面山坡好像也不错呢。哎，我看到一个亮亮的，这里可以住好了。我去远一点的地方。请问木箱要怎么制作？木箱按 B， 按 B， 然后滚轮选择。哦，哇哦！你要住那里是不是？那我要住远一点。我要住这里。你住菲律宾，我住台湾。好的。我看。哪里可以住啊？我这个是那个湖边湖景房，好不好？懂不懂啊？湖景涛谁呀？你不知道是谁啊？我是呆。哦，你要住这里？住这里，这里好多奇怪的东西哦。会呆一下吗？哈。什么？哪里？不要乱抓！啊！我抓失败了，打我！哎哎哎哎！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这里有五等的 PPG。等一下，请制造。为什么大家都在打我？就说吧，大家都讨厌。你怎么卡住了？好笑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要死了。所有道具装备都掉了。他叫我做，可以回去捡啊！你可以跑回去捡啊！可以啊。你盖好了没有？我要回去依靠你了。我要盖什么？啊，来盖盖盖，都盖，都给你盖。我死的地方好远哦，完蛋了！我还是先住你旁边好了。好的，哇哦哇哦，这是什么？我的东西怎么那么远啊？终端机。哦，终端机就是一个新手教学的主要的东西。我需要你，你看起来很酷。你的这个使用面积也太大了吧？我不要住那么远了，我去住你附近好了。后悔吧？害我现在跑那么远去捡我的尸体。
有了。他也没有地图啊。有啊 ，M 啊。哦，有地图、啊。哇，一个38等的生猛马，是马，一个犬再加一个马。哦，你在那边，那我住你对面嘛。我看到外面有海滩呢，好想住在海滩哦。可以啊，重生点另一边过去啊。可是感觉死掉要走很远呢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储存在我们的家里耶。刚刚不是门口有一个那个蓝色的柱子吗？应该可以传送吧。嗯，不管了，我要先盖木造基地了。已经晚上了呢。嘿，走出去会冷吗？哎，不会，盖基地不用那个啊、哦，不用按 F 啊、哦。哇，那我要多盖几个。然后萤火放远一点啊！你可以踩它啊！这不歪的，我不是空的。你会变成火热男孩。我不是你。哎，你盖了以后就会有据点哦。你现在盖了以后，我没办法在你附近盖东西了。哇！什么意思？多远？盖了什么东西？你对面啊，你对面有一条线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蓝色线？那是为什么？因为终端机吗？那是对。哇哦，我的终端机！算了，这边还是让给你好了。低温会怎样？扣血。哦，那我可以盖很多个火虫。可以。那我想到了，我现在这边当公共区域好了，就是我跟你都可以用的。你那边就你家，然后我在远远的地方再盖一个。我家好简陋，我住在草地上哎。那我前面要放一个碗。谁会去给你投钱？不知道，总是会有好心人的吧。这世界只有我跟你，还有一堆帕鲁。那就表示你不是好心人啊。我长得像好心人吗？哦，真是没良。哦、旁边的帕鲁都在睡觉哎，你现在才发现吗？他们还会冒泡泡哎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揍他？不要，他会怎么了？树倒了。哦，我的树。师傅。哇，这个工作台要30秒哎。这个工具有耐久吗？有啊，我现在就是坏掉，我在做那个修复的。哦，那如果我的斧头跟镐坏掉了，它可以修？可以啊。哦。啊，它还要石头跟木材哦，那我是不是直接做一个新的比较快？看一下。哦，材料比较少啦。他好可怜哦，他好怕冷哦，因为他没有衣服穿吗？对。哦哦哦！我又着火了，我又着火了！你又着火了！哦哦哦哦！观众们来看一下那个女人，就已经在低温了。哦哦，那么冷还去游泳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哦，不要错啊，不要错啊！哇，怎么一天到晚被着火啦？啊，我全身都在滴水哎！啊，我快笑死了！我看别人玩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自己烧到哎，你已经被烧两次了。啊，这个游戏太危险了，不合理啦！啊，这个人那一直哭嘞，用飞飞机，我是按到了什么？
真心不知道。他哭了，背了起来了啦！我看一下。救命哦！选一下。哦，我在煮菜耶！哇，鸡腿、鸡蛋。蹲下啊、哦！是吸呀、啊，好，答案是吸。哇，我起起来啦！我有吃维维谷粒，维谷粒，维冰。你有没有看我在干嘛？你有没有看我在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看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你对面啊。对面，我眼睛有点短了啦，看一下，我看不到呢。哎、欸，你有看我在煮东西吗？哦哦哦！哇，很煞哦，又很煞的。哎，我如果拿着火棒，我是不是就不会冷了？我不知道呢，你拿看看。我不会冷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看我可以到处乱跑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对呢。咦？哦，拿火棒捶那只鸡会怎样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他会煮熟嘛？他生气。他打不痛啊，打不痛啊。好、哦，那算了。哎哎、欸欸，他烧起来，他烧起来。那他会不会煮熟？不会啊，他会掉肉。那我抓了几只？两只。我先抓十只好了。他说要抓十只，那我要先采矿。他一次只能煮一个，而且还要自己按的，好麻烦哦。呀，还有什么可以？中了只鸡。啊！我一直按错。哎、欸，鸡跟羊在打架，鸡跟羊在打架。一只羊撞到鸡了，现在两只鸡打一只羊。哦，哎，羊被打死了。哦，可是我怎么知道要强化什么？我建议你先强化负重。哦。反正追我啦！攻击怕削弱他。哎、欸，有木牌，捡起来。我想要羊。你为什么要欺负他？好可怜哦，他滚走了。因为我刚刚没有球了，所以只好把他解决掉了。然后就没有羊。羊有啊，羊会一直重生啊。哪里？好远哦，我看到很远的地方有羊。哦，有流浪商人呢，他来你家了。哪里哪里？